小柏林，小柏林，快看，我这里有个神秘的糖果盒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呢，想不想打开吃啊？是啊。想呀，我打开给你看一看。哎，打开了，里面有一包脱肥，哎，有一个巧克力糖，还有一个这叫什么水蜜桃糖，还有个什么，还有个巧克力豆，我们全都打开看一看好不好？先看这个巧克力豆，你看里面全是巧克力豆。哎，小朋友喜欢吃巧克力豆吗？我们再看看这个是什么。哎，撕开。哎，哇，你看这是什么，哇，我打开给你看一看好不好？哎呦，这里面呀，小朋友看这里面包的是一颗，是一颗什么，里面还有夹心呀、啊、哎哎，两半，正好你给弟一人一半好不好？那给你们。我们再来看看这包是什么。哎哎，打开看看。哎，掉了一个，来，小木木一个吃了，这水蜜桃糖果小柏林一个吃了，还剩下两颗放在这里。我再打开看这包是什么。哇，这包叫脱肥。哎哎哎，怎么打不开呀、啊、小朋友，赶紧给我帮帮忙，来点亮这里的小红心跟小家伙，谁给我帮忙的话，刚刚那好吃的就分你谁吃好不好？来，小朋友赶紧的，小红心就在这里，小家伙小红心给我点亮哈，来把小红心点亮，一定要把小家伙给我点上，是，我再打一遍。哎哎，打开了，张嘴，来张嘴吃脱肥了哈。哎哎，捏进去了吗？张大嘴。哎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来来，淋到你了，来来，哎哎呦，好不好吃？哎呦，这个脱肥太好吃了。